所以那个果也是一页。这个最下面就是枯叶很小的。也是一样，一个假球茎一叶，这个花茎就更明显了，哈。好啦，现在是超级比一比，那你看一下蜘蛛，这是一叶洋耳酸，有果有那个花茎。准备还没有准备开，来，它的旁边就是小花树叶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样就马上就可以比了。